白下存款保险机构或 PIDM 是一家政府机构，它保障你的银行存款。一旦一家成员银行不幸倒闭，你的存款是获保障的，此保障是免费的，不需申请，不需付费。如果你听说 PIDM 的成员银行陷入困境时，别担心，不要听信谣言，你可直接向 PIDM 查证。PIDM 可通过多种方式处理受困的成员银行，以确保你仍然可获取存款。PIDM 可以通过接管银行的业务，让它继续运作，或者对银行进行重组，以确保它能恢复健康，或者将银行脱售或转让给另一家银行。倘若 PIDM 不得已而需要关闭一家成员银行，PIDM 将尽快偿还每名存款人在每家成员银行的存款高达25万令吉，你不需要做出申请或索赔。PIDM 将根据银行的记录偿还你受保的存款。目前有几项偿付的方式，你可通过银行间转账方式，包括 Do It Now、IBG 或支票来获得偿付款额。 Do It Now 是最便利的偿付方式。与此同时，身为存款人的你可以做些什么呢？考虑在不同银行开设多个银行户头。如果你还没有使用线上银行服务，请尽快注册，并使用 MyCard 注册 Do It Now 服务。还有，请及时向银行更新联络资料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PIDM 如何保障你的存款，请联系 PIDM。有 PIDM， 有保障。